祈祷世界和平，祖国富强，香港繁荣安定。道教大型祈福法会丁酉年太上金六罗天大照将于11月24日起，一年7日在城西道海滨区举行。整个活动除了包括祈福科仪之外，还有一系列中华文化活动，其中打响头炮的就有11月18日举行的创建历史纪录活动。风车呢是跟我们中华文化很有关系的，尤其是在宗教的信仰以及民间的习俗，香港特别流行。会逢你看看正月初三呢，去车公啊取其好运就要找风车，在道教里面赞声又要找风车。今天我们用祈福的理念共同祝愿呢，祝愿祖国繁荣，国富力强，香港和谐，大家是使到我们香港呢就更加繁荣安定。当日早上，几百个学生以及义工齐集在会场，一同创作数以千计的风车，一同打破健力士最大型玩具风车展示纪录，场面非常之热闹。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今天的设计难不难对你来说？难。有没有信心今天拿最佳创意奖？有。The number that you made today alone is almost that much.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much you just made right now? You made 521. So tha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beautiful here, far surpasses the current record, which makes this a brand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 Congratulations. 恭喜大家，我今日真系破咗健力士嘅纪录啊！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多元化的活动，令市民大众从多角度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如果你错过了当日的活动都不要紧，在接下来的11月24日至30日，可以来到城西道海滨区参观中华文化展演，有不同的摊位和讲座，当然还可以一同参与法会，为世界、为祖国以及香港祈求福佑。